六十，第15章，快，一共不是16章吗？还没，不会吧？会，不稀奇。你干啥来着？今天可以通关吗？很难说，这很难说。Welcome. 感觉换不 What 了那 can I 个啥了。interest you in? 15、10、5，What's that? How have we procured these 这俩换掉了，再加上这个换掉，curiosities? 四 You 十，don't wanna know 55，还需要做一个任务。但是这个就换不了了，高倍镜也换不了了，其他倒是也不差吧。17万。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, mate. I'll see you right. What you see is what I've got. 黑尾。Will that be your next time then? 17，还有7个宝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这一大片。希望后面还应该还有这张，应该还有个打靶的地方，然后就没有了，就没有然后了。谁也一直发我微信。这样几场都是怪贼多的战斗了，是吗？怪贼多的。又存了一下档，好像。这就被发现了吗？他们还有误伤的呢。Oh shit！直升机来了。What was that？那人跑了，见状不对，见状不妙，赶紧跑。麦克要领便当了。这个地方不就是 open area 吗？那不用我打嘞。来，我操！里昂用手挡住了子弹，挡住了直升机的子弹。哎呀呀，我屁股！我想着一发都不开啊，有点勉强，实在是。动动，别勾勾，我人没杀光。Yeah.
都是钱了，不给我掉好东西。上面的机枪可以用的，我都没看到上面还有机枪啊。哎呦，那现在只有一个麦克了，那要不用机枪打麦克？没东西打了，好像人清干净了。嗯嗯。能打吗？麦克好像无敌的，打了 no 都没反应耶。这楼上应该没啥东西吧？我去，我二楼直接跳，有个宝藏，差点漏了。我也觉得机枪范围有点小。我操，红色线柱石。这个而且不是扩展武器送，扩展宝藏送，这本来就有的。那我这红色线柱石好像多出来了，后面还有一个项链据说，那还有一个红色线柱石，那看来不用买红色线柱石了呀，这不是再装一个9000的。双色加成，这其实有点亏呀，有点亏。你要么这个项链搞一个是全红的四红，也可以。因为现在把这个东西给抠下来，不要浅红的。哎，早点上来可以把山洞里刷了十几个人打掉。对面的山洞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呗，一直有人翻过来来着，早点上来就对用机枪把那个人全干了就行了。啊，又交给他了，那我打啥？我都不用打了。我去，我这防弹衣掉了好多。直升机打呀，倒是。楼都拆了，我不应该走那么快，我错了。这个楼全部倒了，他没有一个人掉东西，虽然不是我打的，掉点东西问题不大吧。有急救喷雾，那送一个回去嘛，我感觉马上就要吃一个了，我的血量有点捉急。原版也挺有存在感的，原版挺厉害的。什么难度？普通难度。哟，存档了。哇哦，喷子弹，这很少见的。
我感觉防弹衣被打掉好多，心疼。那边有人吧，但我感觉我打掉有点亏，估计是麦克会帮我打。那我看这有个机枪塔，这是不是直接扔雷上去可以炸掉了？Holy shit！ 高射炮是，不是机枪塔 ？AA 杠。凯不凯呀？凯不凯？要从下面绕一大圈过去开。妈呀！扔两个高爆，我一共就两个高爆，那应该不太会。这人能去掉吗？开玩笑，来跟我玩这个。给你一个一个点掉，他这个高射炮打哪儿去了？哦，还在打飞机，他们俩就转着呗。干！烧烧烧！哎呦呦呦！烧会儿，烧烧烧！啊啊啊啊啊！12发，手枪子弹挺少的。这边还有个人，哟，好，可以。吃个药吧。拉满，直接拉满。谁？
怎么那么多人呢？都哪儿来的？看看能不能去开支枪。屁股屁股，我去，哎呦，我去，怎么这样？哎呦，甩手嘞，舍不得。重来一下，这个地方远远的看没多少人，重来。哼，操，死掉了，看一下。我去，爆头了，这是必出虫的吧？哎呀，死了！这个喷子打这个铁盾也不太好打。什么回事？我操！
这只能吃药了。他怎么都穿防弹衣？去死吧你！我防弹衣没了。刚才掉了，我怎么记得刚才捡了绿草？吃掉了吗？是匕首啊，在前面捡的吗？哎，我绿草呢？我记得刚才来的时候路上有个绿草啊。好像也就这么点人了，杀光了已经。头上有宝物，这把打的也不太好，再来一次。自动存档点那里，哦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怎么没打掉？不算我打掉。哦，对，这儿。啊，前面没算我打掉，原来如此。啊，行。Oh shit！跑回去。哇，扔真远。
我没挡吗？我挡了呀。哎，人呢？哎，打这儿。Body armor's not looking great.刚才那把好像揉出来一盒散弹子弹，现在揉不出来了。这边是啥地方？耶，奇怪的地方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去，这不是高架高射炮里面吗？那也就是说，哎，掉了个监禁室。那也就是说，刚才可以直接跑过来，是吗？高射炮里面，这是。掉了个火药。又一个火药，杀的人得捡回来，回收他们的东西。那个，这个机枪塔也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来了，杀人了吗？要 be careful， 在火中还要点，上面还有好多小钱钱。上高塔，高塔上有机枪，上面那个吗？哎操！空中打掉，帅了。Time for a taste.
是这样吗？还有吗？这一波儿，他只能看到这一点了。哎，谁？谁？我去！嗯，又一个渐进石。我发财了呀！这仅仅是几个呢？哎，哎，仅仅是放在哪儿呢？没显示。还有一个任务，蓝牌吧。这个地方就是要这样上来，用一下机枪塔，然后中。麦克的无敌的，打上去他都没有台词了。谁？哇哦！啥玩意儿？脑子有病，观众。啊？怎么这样？这个地方搞了半天，它不能上去了。我以为这个地方可以上到二楼，好像不行。合砍五十个人头，那其实我杀了也不少。狂热粉丝，对，他两个点起来的时候最有感觉。子弹并不多了，掉点掉点，狙的子弹好像挺多，喷的子弹不多了。那个上面杀掉的人好像捡不到他们的东西，是不是死在那个楼上的火箭筒兵啥的，有点坑，找一下有没有宝藏啥的，好像没有。他老给我背后刷人，好，这个地方我记得就从这儿走上去，先把机枪塔清了。哎，这过不去，
扔，哎，对，烧它。去死吧你！声音不太对。哎呦，有子弹限制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机枪弹？假的。好。我的防弹衣，哐哐掉血，现在。我这伤害，我这掉血情况有点堪忧，怎么掉那么快？没有防弹衣就是这样。哦，他妈的，按错了。我操！开什么玩笑？诸葛连弩啊！这边有三个。砍我也行，死了！我去，这个实在太痛了，这。这个地方要好好打，这个前面那啥，主要是防弹衣没了。Oh my god！ 小兵太多了，弩箭可以挡，确实可以挡。
烧会儿，烧会儿，哎，对。这虫子爆的有点多。通关了，可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是没有刷人的，所以说要趁此机会多搜刮。对啊，这里这个摸了机关，任意一个机关它都会刷一堆人。现在应该是没人的状态，转转转转，这两个门都要按下去才行。看到了，我还转发了《生化》电影的预告片，还挺逗。对，我刚才是有一个机枪塔的那个啥用完了，就很难受。现在的话，两个机枪塔，子弹都还在。刚才不知道吗？不是。先拉这个。在哪里？好像对面比较难搞，对面刷了一个猪哥。好，没了，就这。步步为营，现在可是没有防弹衣的状态。哟操！屁股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扔个雷呀？但雷摆那么整齐，我有点舍不得。Holy shit！不愧是三倍暴击力，他抖了，他抖什么抖？别抖！猪哥死的不太舒服。哦，猪哥还有个红色线，哎，别抖！
我也想用，没机会。好，冲过去啊！你别上来，下去！哎，操！这波我跳下去把诸葛也刷出来了，诸葛掉了红色现柱石，诸葛还挺有钱的。堡垒大门这儿有个机枪，机枪子弹可以最后拿吧。 PS5 版是的，还忍不住拿掉了。这是什么时候打破的？这个房间之前没来过啊。有可能。没了吧？我的防弹衣。哦，这样的。好家伙，弹尽粮绝。确实战斗强度非常高。这个机枪塔还没怎么用过呢，66版哎也用过，差不多了。啊，都手枪弹。哎，散弹枪子弹好珍贵啊。对啊，能来带走就好了，我想带走。没了吧。这地方应该摸挺干净，每一个能上的梯子。你用这儿一个，这里头一个啊，这一个，三个梯子过去，应该自动存档点。麦克他说子弹用完了，他跑了，过分。哼哼，不会按到的。克劳塞都打完了，应该没有人了。哦，我感觉麦克要死了。这个岸边遗迹我觉得不太对劲。他已经说出了死前最后一句话。这票干完我们就回老家结婚什么的。
红蓝打蓝牌，蓝牌的人物，人物任务嘛。太总总统女儿不要了就。教主的 RPG 不会拐弯了这次。我打虫子了吗？伤害很高，哟！海莲娜可是主角之一啊，不会随便克死的吧？这个东西我记得进去里面有东西来着，这个小道 原版就有，宝石还是啥？橘子子弹，橘子子弹其实不缺，这个喷子子弹非常缺，喷子子弹而且非常贵。哦，下去是个宝藏，走，下去看看去。哎，操，吓死我了，啥意思？哦吼，这么明显。哇，这个这么明显的宝箱放在这儿，会不会我一拿它就给我后面刷五个克劳萨？基南萨德勒，基南，这么基，过去了就打不了了，啊，这样的，哦，皇家权杖，这没见过哎，直接可以卖，25000，打完才过去，可是我没领到地图，没领到任务，魔的地图。下去有一个，下来有按崖边有一个，他任务不给我，过去了就打不了了，妈的！啊，这不是告示吗？你应该告示拿到了还能回头打吧，要不然也太不科学了。应该不进门就 OK， 我觉得。Holy shit！这有一个，三个，啊，来，这样有地图了。OK， 下去的楼通道就有一个吗？是吗？说起来这还有个梯子嘞，没看见，哦，还有一个在高房子上，我刚打掉那个高房子了吧？
哇哦，那么多钱。他说在那边。麦克坠海的地方。好嘞。哦，不对，在那儿。那我们先把这个打掉。他在。他在这一层。这一层的话，我下去就不对了。他在上层。钟楼外，先到那边去看看底下能不能看见。这儿。哦，天哪，太猥琐了这个。那你，好，然后就是这个是吧？原来这样的，我每次都往右走，原来这个要往左走。Finished. 好了，完成任务。是商人吗？弹幕延迟。哦，是再生者。这也太刺激了，这样本储藏室。梯子还是屏蔽词，这样的。这要打掉吗？这不碰到就不会。打得不太好，宗母绿，杀掉杀掉。哦、oh.
我也有印象，这底下是个牢房来着，这原本也有的。连着断腿，断腿会怎样？断腿它不就在地上游来游去，那不是很难打？这是啥？一个老鼠。哎，听到声音了。就两个吧，非常安全的捡一下。4000块钱而已吧，便宜。地形确实是不太好，底下那个地形看上去更不好。希望给我来个 checkpoint。哦，核狙的子弹是吗？懂我。站着会晃，断腿能连续打重重进去。断腿但他会得游来游去吧。农民模式完了没完。Shit。里面这个。里面这也太难搞了吧。是那个吧，我进去就出不来的，这太刺激了，这操，这得找一个稍微合适的地形啊，这你这你他妈把它搞出来以后，在中间这条道上也太难了。绕开可以不打，但打掉宝石，我想要它宝石。那就是这个吧，他会过来吗？打打看吧，打了才知道。完蛋。
这还打不到。还有蛇，My God！ 操！独挡吧，我也觉得不行了，这个这在哪儿啊，我去，两个都带刺儿啊，我的对，还是先把面前那个打死好。我防弹衣也没有了，防弹衣那么长时间都没有补。这堆东西目测要搜刮好几遍，一切都可以刀杀，没有这个能力好像。那个不能打了。那也没必要那么深吧，我操，你比我还深。我想想，好像就这些。我怎么感觉之前那把东西还多点儿？这样吧，先录像断一下。